谁？哎，过来盘他。你说宝贝，你说宝贝，你说那夏天不？哎，我觉得这个夏天特别适合黑的，你看一下。它上面有白的，有绿的。它这款的话是一款九二五银镶嵌的。这个不多，这个才。哦，它的蛋面好冰的嘞。10多条。10多条吗？对。哇，这个好看。这个漂亮。这温水都是。就是马上不是夏天到了吗？对不对？对啊。戴上这种一条九二五银的银镶嵌的手链，我觉得特别漂亮，很清秀啊，很舒服。你看，你看。每一颗的蛋面的话非常的冰，而且它的颜色很辣。一条啥价？你想不到的价，好不好？我想不到什么价。对，你想不到的价。小黑，过来盘它。你说宝贝，你说，你说那夏天不？盘它。怎么？但是怎么？我说，我要给姐姐。你不要变化，你说好好说，好好说。打它。不打它。先看东西嘛。打声音不要打它，好好说。先看东西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弟弟价好不好？一口价别的。喂。啊。六百八。你不砍他吗？砍价不砍价，别人没灵魂。不是你看东西，你自己砍。我砍价吗？你砍价，不那样嘛嘞！不要说美女，哪里不好？你是中国阿布拉康。这里是中国说中国。对，就我说了680，66大税。经济标准。妈妈，你没事了不了？妈妈，你看一下品质。我看个品质，小黑，你要帮我呀！你跟我是一家的嘛。你想不到的价钱。你说多少钱嘛？你别给我带多了不了，朋友。我跟你讲，680。好不好？不要说680，也不要说580，好不好？朋友，你看品质啊，你看品质啊，放大了放不了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好是好看，我知道好看的价格嘞。不要说大，不要说大定了，你说了算，你给多少钱卖多少钱？你给多少吗？我看他给多少了。啊，你给。哎，好好给啊，朋友。你朋友是说680是吧？对呀，480。你去你大爷的，你跟他是一伙的。喂，好好给，好好给，好好给。你还跟我是一家的狗屁膏药，真是的。360。他给480，我都卖不了了，姐姐。他肯定你们两个是一伙的。你看品质嘛。开什么玩笑？你们跟我是。那360，看看我给收了360，卖不卖？你看，你好好给，我刚刚给收了。你刚刚给的是480。我想给360。现在给说了没办法，这是很好的价，多你看品质嘛，360行动话就一起打包14条，行动话开张卖我，你真是，你还说下，还跟我是一家的，对呀、啊，帮你不帮外，帮他的缅甸朋友，哎呦，我真是把下来看清了，真的是，老马，他给我出480，你自己说480，你自己说，我说380，我又是。你说380，380，360，你要不要我卖给你？啊，380我卖给你。啊，380我卖给你。啊，那怎么卖给我？要给我，要来，怎么给？啊，那老李不，主要我一千都不够，不然你还怎么？厉害了不然？比不过，不然找不到对象。我看你们两个演戏了。啊，那不是演戏的，卖货卖不贵，什么东西？这个的话，360一条，姐姐卖九二五银镶嵌的手链，每一颗的话品质也是非常好的，底子很干净。14条打包的价钱是多少钱？我算5040。喜欢的宝宝欢迎评论区留言，不要忘记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都是杠杠的。下期视频再见。因为它这个的话就是特别适合春夏秋冬季节都可以佩戴，而且它的颜色很干净，有绿的，有白的，而且每一个蛋面的话都是非常精致的，喜欢的话来哟。